好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楼市方面。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称，规定商品房预售项目网上签约面积不足，该预售许可证许可面积的1/2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自行支取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用于工程建设。同时呢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凭非监管银行出具的现金保函，免除同等额度的监管资金。这意味着自2010年以来，北京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迎来首次松绑。